诗篇第120篇，一站，我伫危急中求救耶和华，伊就应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讲白贼的嘴唇，甲开财子，开财子啊！要给你什么啊？要用什么给天理啊？就是用水来浸，甲罗丁菜炭火。我家卡伫美食，住伫基达布边中间，有好啦。我甲遐万分甲和平的人，真久做伙徛起。我愿和平，总是我开嘴，因就要静静。